做饭了。嗯，做饭。做啥？做馅子。嗯，整点馅，整点肉馅，饺子馅，萝卜馅，这个。饺子馅和肉馅。嗯。我咋出汗了咋的？啊，这屋真热，这屋我在咱那屋我坐，我就出来歇歇衣。你这昨天给我热啥呀？你在身上叫事儿，等我整完了，我这头全是湿。你说多人吃那些人吃肉，你说我就切，哐哐哐哐切就哐上。是热的事吗？连热的累，这胳膊也还疼有。这家帮我几个忙呢？我坐那吃饭的地方，我一瞅我这头发全是湿。往还得抄一下子，哪里呢？就这么一卷，往还一摆，一圈一圈的。那你抄，我们不抄那是不是？我舍得。给你爸咬的米，你一黑你人咬点碎米了，人都挑好了，说今儿早上往哪弄碎米。看昨天你回来，今早说的别捞那碎米子了，咱家黄米吧。我说那就这，这可就好了。吃碎米。你要不在家，我俩就吃碎米。抄一点了。少搁馅儿。包上钱。就这么的。我一挤它就好了。没整上。咋整不上？我怎么整上？带一圈。我这。打个鸡蛋呢？打鸡蛋行。一蒸就完事儿了。嗯。包括一蒸。这不切薄了哈。蹲身的。摆上花样了。哎。上锅了啊。向日葵。啊。向日葵啊这花。看看锅里说还行。哎。这正好。扒看看那柚子好像皮儿挺薄。顺着滑，你滑横了，哎，对。我会开是吧？横着滑的。对，滑到跟里去。柚皮搁蜂蜜，搁蜂蜜啊，搁蜂蜜挠治咳嗽的，是吗？嗯。哎呀妈，吃这玩意儿挺费劲。酸甜儿是吧？嗯，这酸真甜。给你看。不要，我不能吃了，不要。妈，这锅也太塞了。啊？就会太热，是屋热，是你那什么不得劲儿，有点儿。不是不得劲，得劲，这是屋热。
串呢？出火了啊！不吃不行，不吃不行。嗯，吃个肥又饱和心脏。心脏？嗯。呵呵，你看，你看它热，你看饱和心脏，饱和脑，就是那个血管，软化血管。哈哈哈哈哈。